其实我们的这个信呢，改变一切的这种动员力，它依靠它就可以改变。就像一块铁啊，它可以变成铁球，也可以做成针，也可以做成就是其他的这个工具。那么我们一块地呢，它可以就是修花园，也可以呢就是修这个垃圾坑啊，就是可以什么都可以。我们这一颗心呢，也可以心之善法，就是让它在这个今生当中呢就是快乐，也可以修恶法，就是今生当中也痛苦啊，今生当中痛苦的呢可能会是坐牢，就是在监狱里，来世在地狱当中。而修三法的这些人呢，那今生当中呢就是事业这个有成啊就身心就是健康，一切就是圆满，来世呢就是在极乐国土当中，就是可以极乐国土当清净的刹土当中呢，可以这个享受一切大乐。我相信依靠我们这颗心的改变的话呢，就是世界也可以改变。